其实欣赏了这首歌之外，啊，佫有一首以南都为背景的歌曲，叫做《南都夜曲》。讲到这，我们就要卖弄一点学问了。哦，这首歌是当时听讲是陈达儒先生所写。我怎样？啊，我的俗语听讲是描写是南京哦。啊，南都是南京，南京是差真远咩？对，看伊本来一句话。南都钱深看声满街顶，其实应该是南京的这个钱深嘛。啊，个这个安平港最穷遭爱情耍过，你其实是咧描写一个秦淮江。是、哦、啊，所以个呀，不仅撇在当兵山，其实原来是这个撇在紫金山啦。哦，没、有、啊。原来歌名嘛，叫做《南京夜曲》。南京夜曲，哎呀、啊，是当时个改做南都夜曲。这可能爱问我阿公才知。啊，你阿公你多经验呢？多爱去阿宝贝才知呀，我阿公就无滴啊。等于宝贝来讲讲，我就想要知呀。不过呢，不管是南都夜曲还是南京夜曲，只要是好听的歌，拢会带滴咱一直个传唱落去。所以今麦这时阵啊，这阿妈，请阿妈咧，哇，用咱阿官这甜美的嗓音来唱一条。真正让你听个速速忙忙速速啦！哦哟、做了一个好梦哦！来，做来欣赏《南都夜曲》。Oh,